如何控制相机拍摄？连接快门线。先开启稳定器，再开相机。半按拍摄键对焦，按下拍摄。单击相机模式键，切换视频模式，按下拍摄键，开始录制视频。可以通过四项摇杆来控制镜头方向。魔术环的使用，可以通过魔术环来转动俯仰轴，短按魔术环可以切换控制其他轴，长按魔术环控制相机变焦，短按切换成控制跟焦。